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咧就我哋前嗰幾集咧都分享過一啲亞洲啊或者香港地區嘅高息 ETF 啦，唔知嗰啲介紹咧幫唔幫到大家手啦。咁但係咧喺今集我哋開始介紹另一隻 ETF 之前咧，都想問一問大家一個問題，就話如果有隻股票嚇派六厘息嘅，一隻係另一隻係派兩厘息，你會揀買呢個六厘息嘅股票啊，定係揀呢個兩厘息嘅股票咧？咁我諗相信咧，好多人咧都會選擇咧揀咧六厘息，因為收多啲息啊嘛，大佬收息最好啦，最開心啦，係咪啊？話知股價升定跌係咪？總之落咗袋就正啦咁樣。咁兩厘息太低咯喎嚇，又唔夠我退休係咪啊？又要可能要抌好多錢先有個好啲嘅現金流。一般人都會咁樣諗法。咁但係咧，點解有啲股票派咁高息，有啲股票派冇咁多息咧？但係有啲時候咧，派呢個低息嘅股票咧，又升得好好喎。有時候咧，派高息嘅股票咧，又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喎。個核心嘅原因咧，係個盈利嘅穩定性，即係話你有啲股票咧，例如佢可能咧，舊年係派六厘息，今年都係派六厘息，哇！咁咪心諗正啦，夠平穩。原來實際上咧，佢盈利跌咗20%，派息又跌咗20%，股價跌埋20%。咁所以咧，自然咧，股價佢跌咗，派息又跌咗，咁咧今年都係維持六厘息啦。啊，我唔知道大家有明白呢個意思，即係價格跌咗，股息又一齊跌埋。咁舊年係六厘，今年亦都係六厘咯，係啦。咁但係咧，有啲公司咧就話佢舊年派三厘，今年咧可能咧剩翻兩厘喎，派兩厘喎，咁但係股價升咗40%，個原因係咩咧？例如舊年咧佢盈利增長咗20%，派息亦都增長咗20%，但係股價咧起咗40%，所以咧最後咧令到佢咧帳面上計咧，因為股價升得多嘛，而家再買入嘅時候咧得2厘息啫。咁呢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好似領匯呢啲啦，係啦，咁佢可能派2-3厘息，但係今年因為佢嗰個股價升到最高差不多成過百元的時候呢，變回兩厘息，因為個盈利增長、派息增長都是多 10% 而已，但是它股價都升了 40%。 但是好像匯豐那些呢，中石油這個中石化可能派5-6厘息，但是股價呢過往那段時間幾年呢都是十分之差的。所以其實裡面核心的關鍵呢，除了它派息高定低之外呢，核心關鍵點就係佢派息穩唔穩定，個盈利質素好唔好，同埋長遠嘅盈利前景好唔好？咁咧，而一啲公司咧，佢持續會增加派息，核心嗰個原因係乜嘢咧？主要有三點，就係話第一樣嘢就係話佢本身咧嗰個盈利個增長咧好穩定，咁所以咧佢派息就會派得好穩定。第二點咧，就係話咧，佢長遠好睇好佢嚟緊嗰段時間嘅盈利。例如咧，就話佢今年賺10億，但其實佢都知道下年會賺30億、40億。咁今年咧派多少息都冇所謂啦。第三種公司咧，就話佢本身咧已經有好強嘅現金流啊，即係例如咧，好似新鴻基一樣啦。即係新鴻基咧，咁咧就係佢咧而家嗰個收租嘅收入咧，比佢個賣樓的收益更高，而他收租的收入呢是比他每年派出去的息的總和都要高，即是說例如新鴻基呢每年派200億出去的，但他收租的收入呢是有400億的，所以呢他每年根本是有這樣的空間，有這樣的 buffer 呢可以派多些息，即是說就算他那年是沒有賣任何一層樓出去呢，他的派息已經呢足夠呢在他那個收租那裡呢是抽出嚟去派出嚟噶啦，唔使賣樓都夠派嘅。咁如果再賣樓，咁就錦上添花啦。同埋新鴻基好得意嘅，就話佢賣咗層樓咧，佢又會起商場。咁起商就多個商場咧，又多隻金蛋去收租啦咁樣。所以就即係周而復始咁樣不斷複製呢個金蛋。咁只不過咧，即係不幸地咁啊，新鴻基咧就遇到咗咧百年一遇嘅香港嘅政治運動啦，就搞到佢雞毛鴨血。如果不是呢，他現在股價不只是110元，可能150、160甚至去到200元、但
呢、这個就係話我哋買呢個個別股票嘅風險咯。有啲嘢你估唔到，你都估唔到今年會發生一件咁樣嘅政治事件。以前香港不嬲就都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安全嘅地方，而家邊會諗到變成咁嘅情況啊？所以就話我哋去購買個別股票而令到我哋發達嘅機會咧，其實係好低，因為就係話我哋而家可能揸20,000，但係揸到去變200,000，好似騰訊咁樣。跌 10% 你都驚啦，20,000跌 10% 跌20,000啫，係咪先？所以分散風險、分散地區風險，同埋咧去到咧即係一個被動式嘅投資咧，其實好緊要。係因為如果我哋揸個別股票咧，個心理壓力實在太大，同埋佢一有咩風吹草動咧，你都已經唔知點算。例如煤氣中期盈利倒退，佢個股價都由17-18，而家跌到14。咁你揸好啊定唔揸好啊？你點知佢下年得唔得啊？你憑咩去講啊？你都講唔到啦，係咪先？但我揸住盈富基金，或者我揸住一啲亞洲地區嘅 ETF， 我就唔需要擔心，因為有咩事只股票唔好，佢會剔走。一啲中型市值變大嘅市值嘅公司就會進入翻嗰個指數循環往復，就有一個自動嘅篩選機制。但係你會唔會去指蝕或者換馬識唔識得啊？如果識嘅，當然我好佩服你，但如果你唔識嘅，不如乖乖地買 ETF 算啦。咁今日我哋介紹呢只 ETF 咧，就係有個高息嘅增長嘅概念。因為我一開頭抄呢只 ETF 咧，就喺呢個 ETF 嘅高息排行榜嗰度睇啦。咁其實一開頭嗰啲咧都係派緊6厘啊、5厘啊、4厘，咁咧都有啲我哋之前有介紹過啦。咁去到第50位咧，見到只 BMO 亞洲高息股嘅 ETF 喎，咁佢就係Bank of Montreal 啊，蒙特利爾銀行，咁啊加拿大噶啦咁樣，咁咧個指數咧 tracking 嗰個指數咧就係、納斯達克亞洲日本除外嘅高息股票指數，咁我睇佢每半年派一次息，哇得個2.359厘嘅啫喎。啊、咁即係好似唔係好吸引喎、啊，你起碼3-4厘先比較合理啊。咁我哋睇翻咧，佢本身咧每股係9.75，200股一手，咁即係都係1,000-2,000一股度啦。咁我睇翻佢過往表現咧，哇！過往3年咧升個40% 喎，即係每年如果單回報都升個13%，如果複息可能10% 到啦。過一年咧都有正數回報啊，做得相當之唔錯喎、啊。咁但係佢派息價派咁低，又做得幾好，係啲咩概念呢？咁我哋睇翻佢嗰個資料啦。而佢過往嗰個派息咧都係比較平穩嘅，由2015年開始派息咧，每半年咧都會派息嘅。咁我哋睇翻佢過往幾年咧個派息嗰、那個平穩度咧都係相當之高。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個基金直接個基金嘅介紹咧，佢個主要投資範圍咧，香港、新加坡、中國、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同埋泰國啦咁樣。而佢個持股都係一啲咧市值比較大嘅公司。而呢啲股票咧，至少過往係3年係錄得咧年度嘅定期派息嘅增長。即係話，如果一隻股票過往可能10年都係派1蚊嘅息嘅，係入唔到呢個指數。咁我頭先都解釋過，有邊啲公司會年年都會定期派息增長呢，就是我剛才講的幾個因素，即是盈利增長犀利，另外呢就是說現金流強勁，還有預計呢長遠的盈利的前景樂觀。我再講過這些公司，即是具備這三個條件，最核心就是說它是有個護城河，即是說呢它是透過品牌，透過它的技術，透過佢嘅網絡啦，透過佢嘅一啲可能係物流啦，而令到咧其他競爭對手咧係好難同佢去競爭嘅。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例如用雲嘅服務，咁可能 Amazon、Microsoft 就係呢度嘅即係個表姐啦。咁如果內地嘅雲嘅服務，可能阿里巴巴咧就係個好大好大嘅 player， 其他公司好難同佢競爭嘅。咁例如好似做一個電影嗰方面嘅，咁而家 Disney 嚇、就差唔多係紅霸咗，即係嗰個全球嗰個電影市場已經佔個席位咧係越嚟越大。咁例如好似網上廣告平台
Facebook 就佔了一個很大的位置了，那這些呢就是說你很難跟他去競爭咯，你難道叫 TVB 跟 Facebook 去競爭呢？那現在的情況來說已經是不可能競爭到了，是不是？那所以呢他們是具備這些這樣的穩定，或者好像公用股它是有專利的、啊、或者它那個地方壟斷了那個服務的，即政府跟它長期有合作的支持它的，那這些這樣的公司呢那個盈利的增長呢就會是比較平穩而呢是能見到高的，那都有機會呢是入選了在這個指數裡面。那我們去看一看呢它的持倉了，咁首一位咧就係台積電啦，跟住三星電子啦、平安保險啦、啊 Infosystem 就係印度嘅一啲IT 公司啦、SK Hynix 亦都係韓國嘅科技公司啦、新鴻基地產啦、煤氣啦，咁就中電啦、咁啊長江啦，咁另外就係有台塑啦等等，呢啲都係啲傳統好大嘅公司啦，同埋咧就過往嘅增長都好平穩啦。咁地理位置咧，台灣係佔24% 最多啦，跟住係內地中國啦，跟住韓國咧17.13%啦，香港16%啦，其次咧就係印度，另外就馬來西亞、印尼啊、泰國等等啦。咁嗰啲股票咧就金融類咧都係佔主流啦。另一種好核心咧就係科技，因為我哋傳統買一啲高息嘅 ETF 通常唔係公用就係、是、地產，唔係地產就是、金融，係比較舊經濟式嘅。咁但係咧，舊經濟嘅公司咧，未必個增長係咁犀利，或者個可能佢哋純粹係平穩都冇乜增長。但係科技公司咧，呢段時間咧，即係過往由我諗係2007年金融海嘯之後咧，啲科技公司嘅增長係好強勁嚇。咁、啊、所以咧，佢哋喺入邊咧都佔有個比較大嘅比重。咁之後咧就有啲生活消費品啦，同埋公用事業等等啦。咁我諗長遠另外一個新興嘅勢力就係醫療保健，不過呢度咧個佔嘅比例係比較少啲嘅。咁而我哋去睇翻咧入邊咧呢個 ETF 咧係買咗170隻股票嘅，咁就不包括日本啦，咁樣都係即係定期嘅收入同埋長期資本增長啦，跨地區跨行業啦，一個比較多元化嘅組合係啦。咁而我哋去睇睇咧，嗰、那個喺 Morningstar 嗰個表現咧，亞洲股票嗰個表現咧，我哋望一望。等等啊，喺頭先未彈出嚟。咁啱唔知點解夾唔到啊！好，去。Morningstar 突然間唔知點解夾唔到啊！嚇，好，夾唔到啦，終於係。有時網站都有機會有啲縮縮啲啊！真係撳唔到喎，咩料？終於撳到啦！好，咁咧亞洲高息股票嗰個 ETF BMO 咧，過五年咧係有6.18%嘅表現，平均每年。咁我上次提過咧，領航嗰個亞洲高股息嘅指數咧。過五年咧4.5%，其實平穩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嗰個股息增長類嘅 ETF 咧個表現係比較強，三年咧佢係每年升咗11%，咁而上一次嘅高息咧係升咗7.25%嘅啫，咁而佢今年一年嘅表現咧係都有雙位數字，咁而高股息嗰 ETF 咧係8.67%啫，所以我哋睇到短期、中期、長期嘅表現咧都係高息。嗰、那個增長，即股息增長型嘅 ETF 咧，係做得比較好嘅嚇。雖然佢派嘅息係比較少啦，咁而盈富基金咧，如果我哋睇翻咧，比對翻我哋最容易買到嘅盈富基金咧，我哋等等先啊嚇。盈富基金咧，過往五年咧都係5.95%，我哋頭先見到嗰、那個。
BMO 呢只係六點幾啦，咁盈富基金一年嘅表現咧都係5.37，但係 BMO 嗰只咧三年同埋一年咧都係雙位數字，盈富基金嗰個咧係8.84嘅啫三年，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嗰、那個亞洲嗰個股息增長嘅 ETF 咧，其實咧係跑贏曬亞洲嘅高息 ETF 啦，同埋咧係傳統好似香港嘅盈富基金嘅，同埋頭先咧。佢其他嘅亞洲嘅 ETF 咧，排第一位咧都係 BMO 嘅嗰、那個亞洲嗰個高息 ETF， 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係佢嗰個表現咧都係相當之唔錯。咁咧喺港交所嘅曲咧係3.145嘅嚇，咁、我覺得如果係一個我哋取個平衡，又有個股息又有個增長咧，我覺得呢只咧係好值得去買嘅嚇。咁、即可以達到兩邊增長和股息收益的個長遠平衡，還有呢真的持續地去累積長揸，我們可以 keep 住買到一些優質盈利的公司，就不是買一些齋派高息但是盈利停滯不前甚至有倒退的傳統公司，即透過這隻我們都可以買到一些新經濟的公司，即新舊經濟可以互相達到個融和平衡和分散這樣。所以我覺得就是就算我們在香港買一些 ETF， 或者我們將來涉獵到美國或者其他市場呢，我們叫 Dividend Appreciation， 即是股息增長那些的 ETF 呢，其實是很值得留意。或者我們就算去選股票呢，我們用一些的 Stock Screener 去 screen 一些股票出來呢，其中一個即是我們通常會用市盈率、用派息率、盈利增長、我覺得盈利增長過往3至5年的盈利增長，或者過往3至5年的派息增長，其實是緊要。即是有些公司它盈利增長但它沒有派息，很多時候都有機會是它其實真正內裡的財務是出現問題，即以前好像歐亞農業、超大現代年年盈利都增長，但是中間呢就是派息出現問題，原來發現很多是假象假數，因為你真的派得出息的那些公司呢，這個是真金白銀，是沒有造假的嘛。有些公司年年說增長，但是年年說都沒有派息，這些反而是一些很危險的公司咯。所以就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留意的，即如果我們分散買亞洲股票，這隻是一隻優質之選。是啦，我今天分享就來到這裡啦，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分享都不錯啦，那就希望大家都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黃老師知識天地啦，亦都喺隔離撳個鐘仔咧，即係話我一有新片咧就可以彈出嚟，大家就知道啦。咁另外咧就係分享埋俾你嘅朋友啦。咁另外因為我哋嘅呢個頻道咧都係免費嘅，咁另外都唔會搞啲咩俾貼士啊，或者係搞啲咩講座嗰啲嘅收費嗰啲嘢。咁所以都希望大家支持 YouTube 嘅廣告啦。咁都係代表支持我啦，咁樣係啦。咁我希望我都係繼續努力去拍多啲。雖然我拍片就麻麻地，希望找到一些好的知識、一些好的啟發，或者一些真的有用實用幫到大家、投資理財達到財務自由的一些資訊呢，我都隨時會跟大家去分享的。那麼多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那麼去到昨天呢，我的 subscription 雖然不是多啦，但終於都突破這個3000大關了，那麼都很多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和欣賞，多謝了。